保卫国家安全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。是。欢迎加入暴风眼行动。也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，像置身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，一缕阳光。 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，燃烧青春，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。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，像千千万万个和。 一样的赤子，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，哪怕付出生命，也永远不忘初心。 哪怕一生无悔。